讲进入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甲杨过一挂真有名的小说改编做歌。啊，先要唱这首是《玫瑰花》吼，是叶富平的《玫瑰》迄个小说啦。啊，这个歌已经发表过，刚刚拢有写嘛吼，别啰嗦。这条歌伊唱片内底只有三段尔，三拍尔。啊，阮今仔要唱四拍，因为随想原来写是写四拍。啊，要放入去唱片的时候，因为唱片公司的头家足啰嗦的，讲你唱啊长要死哦，人无人要主流来听吼。讲啊，你画歌词啊啰啰嗦嗦啊，哪拄安怎足啰嗦，气着我把第四拍拢提掉。但是原来是四拍，啊，咱当然演唱会要唱完整版的吼。我像阿拉伯拉文斯用加四五十分钟，即摆看完整版的。啊，就是因为写这个歌人叫做林良哲。林良哲是我真好的朋友哦，伊伫我的唱片啊，家己办的这个唱片拢写真侪歌。伊即马咧从军的吼，捍卫国家呢。啊，伊讲，伊写这条歌是因为看了杨贵，杨贵，一生，伊伫日本政府时代时阵吼，伊用日语关足侪遍，伊拢写文章写起来吼，啊，就刊起报纸，啊，过日警察就来找伊，讲惊。啊，差不多关三四遍了吼。伊写写后期了，伊就家己去警察局，甲迄警察讲惊哦。关超十几遍哦，啊，加起来差不多关一届差不多，有当时啊拘留二九工啦吼，一届二十九工，一个有当时啊一礼拜两礼拜，加起来吼差不多，加起来几百日啦吼，十几遍加起来几百日啦。啊，国民政府来时阵吼，伊嘛是写文章，伊都袂改咧吼，伊拢对执政者充满希望。啊，结果了，我感觉讲敢若讲无啥好个款，结果伊阁写文章，啊倒去。投去了吼，常常拢奇怪，这个咱无搞了吼，感觉真奇怪，搁投，搁无搞了。结果吼，国民政府较宽容，因为日本政府甲掠十几遍，啊，国民政府甲掠一遍尔，但是掠你一届就十几冬。啊，所以，阮是甲形容做伊是，地袂变的玫瑰花，开伫黑暗的人啊底，就是地袂变的玫瑰花。咱小王是爱唱戏无？